暗恋林香的。对啊。他其实很害羞哎、欸，他是唯一没有跟我们就是有特别聊天过。对对对。我们等一下会去搭讪一下。安妮。香现在身体状况还好吗？一直都很好啊，最近弄得还蛮不错吧？看我气色就知道了。对。那你昨天量体重吓坏大家。真的耶，我自己也吓坏了耶，我有点怀疑是那个体重机有点问题。对啊。这是最新低吗？好像是哎、欸。是吗？对啊。因为我们最近都有在增肥计划。其实我公司人都知道，我都一直狂吃，可是一直没。对对，可能要过一下时间，等一下时间。就你们三个会比体重谁最低吗？不会，不会，我们只会比谁最胖。用不同方式看新闻，谢谢你看超人气 VTuber 爆新闻，直播线上即时互动，轻松有趣多元内容。3月16号起，每周六晚间9点，子午计划 VTubers 在三立新闻网。